你喜不喜欢？不太习惯自己看自己的样子，胖了点儿啊。是啊，哎，还没有戴眼镜呢。啊，是啊，我都忘记了。你很有天分，我看开个画展好不好？我出钱。我曾经说过的，我的画呢，只能给你一个人欣赏的。 能做我这幅画的模特？我不会。不会没关系啊，你站在这儿就行了。嗯，随便你。好啊。先生，你住在这里附近吗？也可以这么说。你一个人住啊？难道不闷吗？ 过来看看像不像你？这是我。那这里是眼睛，这里呢是鼻子。哼，你的画这么抽象，请恕我不懂得欣赏。其实也不是很抽象啊，只要你细心的看就能看得出来。你知不知道蓝色是代表什么？蓝色是代表天吧？是代表你的心。蓝色呢代表忧郁，就是说你的心里呢很忧郁，有很多心事。 你能看得出来？如果说你没有心事，没有烦恼，怎么会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这儿呢？对不起啊，我说话太直，你不要怪我啊。其实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你把不高兴的事说出来，心里就会舒服了。我把这幅画送给你啊。 我不要。他现在是不值钱，不过将来我出了名，说不定你想买还买不着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这幅画也要写送给谁的吗？我姓王。王维安。高杰，好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 这么不小心啊！哎，原来是你啊！我来帮你。好啊。真是麻烦你了。不客气。哎，你也是走这条路啊？嗯。我也是啊，这可好了，有个伴了。哎，我送给你的画你喜欢吗？嗯，挺好的。是真的吗？可别骗我啊！我骗你干什么？你经常到这里来啊？有时候。我整天在这儿，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可能没碰到吧。其实呢，我平时很少画人像的。哦。 我对海景呢最有兴趣，所以呢我很喜欢去那个海滩。哎，我到家了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有个重要的电话要打。哎，糟了，怎么没有电了呢？哦，不妨碍你了。哎，你可不可以借我电话用用？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家里没电话。你说什么？没有电话？真的没有电话。那你的朋友找你不是很不方便？我住在这儿就是不想让人骚扰。 你到前面那间杂货铺去借吧。你去吧。哎，谢谢你的话。不用客气。哎，我妈炒的菜真是太好吃了，吃的我撑死了。高姐，嗯，我下个月申请放假了。你去旅行啊？不是，我听人家说啊，结婚有好多事要准备。 那么不请假怎么办呢？结什么婚啊？我打算让你辞职，嗯，一心一意的嫁给我做我的老婆，
给我洗衣服做饭，天天在家里等着我下班，好不好？做个美梦的也不错，但是我现在还不想辞职。为什么不辞职？不想嫁给你啊。你不嫁给我，嫁给谁呀？啊，高小姐，你不用担心的，江先生，有很多人追我。我才不害怕呢。哎，那这样吧，你请假咱们去旅行吗？不行啊，我现在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回来再走行不行啊？那怎么行啊，不能等的。什么什么什么不能等了？你们的婚事不能等了是不是？嘿，连妈都帮我了。我不理你啊，我去追我。很少有女孩子喜欢玩这些飞机模型啊。我是刚刚学啊。你玩得很棒啊，那你教我啊。这种很容易玩的，多玩几次就会了。我听说这种模型飞机啊，不是随便什么地方都能放的。你呢，你经常去哪里放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很多人喜欢在西贡和大王仔放，但是我自己喜欢在坑口那边。终于舍得回来了，妈咪！哎，还是我恒恒最乖，抱一下来啊！哎呦，我买了东西给你们了啊！喂，你们每个人都有份啊！喂，你正经点吧，你是他的妈妈，不管去哪儿有个交代好不好？我现在不是站在这里了吗？来，送给你的，这是给钟毅的，谢谢。还有一份呢，是给姨婆的。喂，姨婆，姨婆。喂，你大声喊什么？连邻居都听到了。你看这份是送给你的。谢谢。干嘛嘟这个嘴呀，傻瓜，怎么会没有你的呢？来来，你看看，妈不会忘了你的啊。谢谢妈咪。喂，吃了饭没有啊？吃了一点了。妈咪呢还没吃，我们一块吃一顿好不好？好啊。喂，你们出去啊。我们已经吃过饭了。不去了，我还有碗没洗呢。那省了，咱们去把他们那份也吃了。好。好啊，那走了，拜拜。嗨，姐姐，我们去吃饭，你去不去？不用客气了，那我们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姐姐，拜拜。怎么这么有空啊？哎，这是什么？模型飞机。哎，好玩啊！你会玩吗？不会啊，所以上来让你教我。但是家里太小，不能玩，去公园玩吧。好吧，那走。不用这么急，我要换件衣服嘛。勇哥，你和高杰先下去，我马上就来。最近你在忙什么？托福，最近天下比较太平。这么说你很有空啊？哪儿你有空？你真的把工作给辞了？我没辞啊。那你现在又想搞什么呀？你张婶都说没得搞了，我还有什么好搞的？不过呢，我到底相信坏人一定有报应。你整天看着个杀人凶手，你不觉得难受吗？那我看着你也很难受啊，你就会损人。那当然了，我当然没有江大法医那么斯文体贴了。你又说到哪儿去了？怎么又想起玩模型飞机啊？我这个人做事呢，从来都不会是没有理由的。哎，钟毅，怎么这么半天呢？你快点教我啊！别这么急嘛，我没来，你们先聊聊天嘛。废话少说，怎么弄？还没拼呢，我们到那边先拼起来。以为谁呢？对不起啊，有没有撞到你的飞机啊？不要紧。你怎么也玩这个？其实我是刚刚才学的，以为自己很棒，原来差得远了。哇，你玩得这么好，你能不能教教我啊？
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你很像我一个朋友。是吗？他是谁呀？哎，飞机回来了。谢谢师傅，你教会我玩模型飞机，这顿我请。算了，和女生上街没理由让女生给钱。那以后再出来玩啊，如果不影响你做事。嗯，我就这么随随便便就是做事了，我一个人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一个人呐？你不怕闷的吗？你为什么不找个人陪你呢？如果和那个人谈不来，那比一个人还闷。你是不是暗示那个人是我啊？哎，不是。怎么了？为什么你整天都好像不高兴似的？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值得我高兴。不可能啊，每个人都有高兴的时候啊，比如跟自己心爱的……哎，不要说了，回去吧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是不是喜欢钓鱼啊？你真的被我猜中了。我是想你喜欢放模型飞机，又喜欢去海滩，你这个人一定很好静，所以很可能喜欢钓鱼。你这个女孩子啊，挺聪明。最近天气这么好，不如我们明天去钓鱼啊。说来奇怪，我发觉你没事做很空闲。哦，我在外国念书，刚刚回来，不想这么快就上班，所以先出来玩了。也对，年轻人应该玩一玩。你也不是很老啊。嘿，我的心老了。多玩玩啊。多玩玩，你的心情就会年轻了。干脆明天去钓鱼好了。那好吧，你不怕慢就一块儿。嗯。哎，菜来了。姐姐，阿杰，干嘛打扮成这样？我约了人去钓鱼啊。我说你呀，为什么带着我的假发上街？啊。我昨天晚上看见你和一个男人吃饭，看你们两个人的样子不像是谈公事。我们没有什么的。姐姐不是干涉你交朋友的自由，不过你最近神神秘秘的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昨天晚上跟我一块的那个是王谢婉婷的老公啊。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啊？其实他现在很想念阿美啊，他还给阿美上香。我想从他身上可以查到一些线索。所以你带着我的假发去装阿美，你真是傻！你千万不要乱来呀，你又不认识人家，谁知道他对你怎么样？你放心吧，我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是坏人，我自己会小心的。可是你千万别告诉宇轩啊！其实阿美这件事情，你已经尽了做朋友的义务了。阿杰，你不要再插手了，你这么会令我很担心的。放心吧，姐姐，你妹妹聪明伶俐，不会出什么事的，放心好了。两个钟头啊。对不起，是我失约。你不来应该说句话吗？我们以后别再见面了好不好？就算以后不见面，你也应该跟我说清楚的。我是不想你惹麻烦。阿婷她知道我们来往，她会不高兴的。前两天我在书房的时候，怎么还不睡啊？今天又打算在这睡啊？你先睡吧，我想在这看书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怎么对你了啊？事情都发生这么久了，为什么不能给彼此一个机会呢？要机会？你想要的全都得到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们两个毕竟是夫妻，我们还可以像以前那样从头再来呀。做人不能这么贪心，有得就必有失，你不可能霸占所有的一切，你知道吗？其他的我可以不要，
我现在想要个家。对不起，我没办法帮你。这是谁？你在外面有女人？你胡说什么？上次已经算了，你还死性不改？你又发神经，根本没这回事。你聪明一点，就不要在外面搞三搞四。你可别逼我，你知道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们虽然没有见不得的人的，但我不想连累你。难道你老婆真的那么凶，连做个朋友都不行？有些事你不会明白。我不想他再害一个人。什么再害一个人啊？我太太之所以和我结婚，不是因为我这个人，是为了我们家的生意。所以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冷淡。他要钱，我就给他；他要权力，我也给他。但我需要的，他没法给我。直到我遇到了阿美，阿美是一个很简单的女孩子，她单纯，她了解我，她关心我。我遇到她才得到我需要的东西，但是可惜后来。后来怎么样啊？阿美她死了，她是无辜的，她是我害死的，和我在一起的女生都不会有好结果。我们不要再见面了，好不好？你怎么了？我是阿美的好朋友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你明知道你老婆是杀人凶手，你都不出来指证她？这些事我不想再提了。阿美死得不明不白，你的心会平静吗？人已经死了，现在怎么做也不能改变事实了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阿美就不会死。不要说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你老婆是杀人凶手啊！如果警方有证据，他们早就抓人了。你太自私了。阿美真是太傻了，为了你这种人死得不明不白。你走，你走啊！你们两个人一定会有报应的。高小姐，喝杯茶吧。谢谢。大勇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？哦，说不准的，他们没有固定的时间的。姨婆啊，那你有没有看到大勇带了张吊床回来啊？吊床？有一块很长的布，四周呢用绳子绑着。哦，有有有，在房间里，我给你去拿。王太太，我是蓝安美，我在地狱等了你很久。除了我，还有你的情夫约翰，你的男朋友邓峰。我们很快就可以等到杀人者死，我们沉冤得雪的一天了。蝴蝶已经化成复仇天使，向你飞过去，飞过去。王太太啊，我想谈谈下个星期的专访。我不想谈，你先出去。王太太，你不舒服啊？你脸色好难看啊。我没事，我没事，你出去吧。哦。王太太，什么事啊？蝴蝶。啊，蝴蝶啊，啊，是从哪儿飞进来的呢？王太太，你连蝴蝶都害怕？叫人拿出去，快叫人拿出去。啊，我赢了，中医叔叔，中医叔叔输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，连孩子都赢不了，真没用。哎，恒恒啊。太晚了，睡觉了啊！我要等妈咪回来我才睡。哎呀，不知道她几点回来呀、啊？你快睡觉吧啊！我不睡、啊。是谁说不睡的？哎、干爸爸打了啊！是啊，快点啊，睡觉，快点，乖啊，听话、啊。不要睡觉。哎，你们过来看看，这个钻石漂不漂亮啊？又是哪个凯子这么大出血？什么凯子啊？Stephen 啊，
他今天晚上向我求婚了。他向你求婚？那你有没有答应他？戒指都戴上了，难道还会摇头啊？哦，这么说我可就放心了，有人接收了，以后我重返自由喽。那就恭喜你了，吉吉。谢谢。吉吉，你马上就结婚了，打算什么时候把姨婆和恒恒接过去啊？嗯，你先别忙嘛，我还有事呢，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呢，可不可以先帮我照顾他们一段时间？喂，看样子你是不想要恒恒了啊？我不是不要他嘛，我只不过呢，想过一阵子再接他。你知道，史蒂芬他不知道我有个小孩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马上就和他结婚了，你还不告诉人家你有孩子？你不知道嘛？他不喜欢小孩子嘛？如果他知道了我有个孩子的话，他一定不高兴的。哦，人家不高兴，你就不认恒恒了？恒恒是你亲生的呀，你还是不是人呢？我不是说不认他嘛，你肯我都不答应。嗯，我只是打算呢，先跟 Steven 结了婚，等生米煮成了熟饭呢，那个时候我再跟他说嘛。然后呢，再把恒恒接过去，你明不明白啊？那孩子谁照顾啊？我可告诉你啊，总之你和史蒂芬结婚呢，就不想要恒恒，那可不行。你怎么回事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他了？我真的让你给气死了，怎么说都不明白，简直像只牛。你放心吧，让姨婆和恒恒就先住这儿，我会照顾他们的。还是你够义气，说的像句人话。我可要多说一句，其实勇哥他说的很有道理。既然你们两个人结婚，就不该你骗我，我骗你的，是不是？谁说我骗他了？他没问过我吗？难道我把自己的事情说出来啊？你现在不说，还不是自己骗自己？哎，你要知道，那如果我说出来，就麻烦更大了。这个机会我已经等了很久了。那你说，我再多说一句。如果一个男人真喜欢你的话，他会喜欢一切和你有关的事，比如他喜欢你的头发、鼻啊、眼啊、耳朵啊，还有嘴啊、手啊、脚，全都喜欢。总而言之，你的东西他都喜欢，是不是真的？不过听着好像也蛮有道理的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纸呢怎么也包不住火的，我早晚也是要跟他说。不过呢，我需要找个适当的时候。嗯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你这个人挺不错的。可是你就是倒霉在没什么钱，如果不然的话，我或者会嫁给你呢，就没那么麻烦了。不要乱说了，姐姐。Steven。啊。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什么事啊？我想你不是想变卦吧？不是。我。怎么了？是这样的啊。你喜不喜欢我今天这个发型啊？今天的发型。是啊。好啊，挺好的，很漂亮。那你喜不喜欢我今天这套衣服？嘿嘿，你问的可真傻呀！我当然喜欢了，无论你穿什么我都喜欢，你穿睡衣来我都喜欢。那你喜不喜欢我家里？你先等一下，我让我听个电话。喂，姨婆啊，什么事？啊？怎么会这样吗？你先不要怕啊，我现在马上回来。你等着啊，拜拜。什么事啊，吉吉？史蒂芬，我今天不能跟你注册了，我家里有急事，我要先走了。什么事啊，吉吉？有时间我再告诉你啊，拜拜。哎，吉吉。死计程车司机，你们都死到哪儿去了？吉吉，你到哪儿去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儿子进医院了。什么？你有个儿子？哎，怎么我从来没听着你提过啊？吉吉，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说了，过几天我再跟你解释啊。就这样了，开车。怎么样，严不严重啊？现在没事了，医生给他缝了几针了。刚才真是吓死我了，在那打秋千，一头就栽了下去，满头都是血。幸亏中医也在那，马上就抱他来医院了。谢谢你啊。不要客气，医生说就怕他脑震荡，最好在这儿多留几天观察一下。
刚才你还没来，医生给他打针的时候，他拼命的大叫啊，非要找妈咪，真是急死人了。航航搞成这样，你心里舒服了？妈咪，怎么样？脑袋还疼不疼啊？刚才疼，现在看到妈咪就不疼。乖，妈咪答应你，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，好不好？嗯。我在这看着恒恒就行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好吧，明早上我送早点来给你吃。好，拜拜。一波，拜拜。有事给我电话。知道了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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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ephen， 你怎么会在这儿的？我在这里想问你，你怎么突然有个儿子？其实我很早就想跟你说了，不过我是怕你会不高兴。这孩子，恒恒是我以前……哎，你以前的事我不想听，我关心的是我们的将来。你也知道我根本就不喜欢孩子，我希望将来永远没有第三者。他是我的儿子，怎么算第三者呢？那这样，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考虑，一个月以后我就要回英国了，到时候你要么就跟我走，要不你就陪你儿子 ，OK？ 斯蒂芬，我看不需要一个月这么长了。恒恒是我的儿子，我绝对不会不要他的。OK。吉吉，你这回像个人了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没有，我在想，如果我不要他的房子，不知道他会不会要恒恒。幸亏这个十三点这次有人性，我真是怕他扔下恒恒不管。哎，吉吉这么爱恒恒，怎么会扔下他呢？你认识他日子还浅，这个女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。你为什么整天说吉吉啊？其实他这个人不错。他这个人不错。你可别吓唬我，你不是对吉吉有意思吧？神经病，让开。哎，一鹏，终于，一鹏啊，这么晚还不睡？哦，我给恒恒收拾点衣服，明天给他带到医院里去。我帮你忙吗？好啊。哇，这么几件，够不够换的？柜子里还有啊。一鹏啊。前些日子我把吊床放在柜子里了，怎么没有了？哦，早两天高小姐来过，她说借去用一用，我看放着没用，就让她拿走了。她给拿走了？是啊。进来。王太太，有人送了个包裹给你。知道谁送来的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谢谢你。啊，对了，王太太，上次我给你提议做个名人专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香港这么多人，为什么要找我？香港这么多女强人之中，有谁能跟你比呀？哼，你真会说话。我考虑一下。嗯。啊，怎么了，王太太？贝，贝，进来。什么事，王太太？这个包包是谁送的？我不知道，今天一早已经摆在询问处了。快拿走。王太太，只是张吊床，干嘛这么害怕？你帮我拿走啊。是，王太太。王太太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出去做事吧。是啊，那张吊床是我故意寄给他吓唬他的。刚才你没看见他的样子吗？进了那张吊床啊，吓得手抖脚抖，六神无主，看来真让人好笑。请你不要再玩这种幼稚的游戏好不好？是啊，我就是这么幼稚啊，总好问你们这些无能的警察，明明知道他是凶手都不敢抓他。小姐，抓人是要讲证据的，无证无据你让我怎么抓啊？哦，一句无证无据就可以让那个凶手逍遥法外了。好了，我现在不跟你吵，我只想劝你，
你不要再玩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很危险的。如果你让他知道的话，随时对你不利的。谢谢张嘴的关心，以后我做的事呢，我自己会负责任，用不着你管。没事了吧，张嘴？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小姐要点什么？谢谢可乐。好的。你约我出来有事吗？你最近是不是常常吓阿婷？是啊，是我故意寄信去吓唬她。虽然我没有证据去告她，但是我不会让她这么开心。算了，高姐，你要知道这样做很危险。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是她告诉你的吗？她最近每天做噩梦，又喊又叫。自从阿美死了之后，她有很长时间没这样。你们不要逼我，不要，不要，你们走，不要怪我，不要逼我，走，走，走啊，走，不要怪我，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，我求求你，怪我的事。这就是报应，这是他自作自受。如果他没有杀这么多人，干嘛这么害怕？就因为他杀了这么多人，所以他什么都做得出来。难道就因为他是你老婆，所以你就这样维护他，让他杀了一个又一个？我又能做些什么？难道你没有想过为阿美伸冤，站出来指证你老婆的吗？没用啊。那天是我们结婚周年纪念，我早就被他用酒灌醉，后来的事我根本就不知道。就算我出了庭，又有什么用？算了，高姐，以后你不要这样做了。你知道狗急跳墙，我真是怕他对你不利。你放心吧，可以做的事我已经都做了。人已经死了，还争什么？我但求以后可以平平静静的生活。平平静静？你明知道阿美是被杀死的，你也可以平平静静的生活下去？高姐，高姐，啊，王太太要找你啊。找我？嗯。哦，谢谢。不谢。进来。王太太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说过要给我做专访的。嗯。我考虑好了，答应你做这个访问。怎么？你改变主意了？哼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我还准备了很多你非常感兴趣的资料。哦，不是，王太太，你打算在哪儿做访问？蝴蝶谷吧。我以前小时候最喜欢在那儿玩了，那个地方有我很多的回忆。好啊，那么你讲几点？明天早上8点，我在蝴蝶谷等你。OK， 如果王太太没什么事，我就出去做事了。少爷，少奶奶叫你去吃饭呢。你告诉他我不吃。我天天在这等你回来，以为有一天可以早点等你回来和我吃饭。我以为今天等到了，谁知道还是不行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说吧。我只是想我们夫妻俩好好的在一块吃顿饭，这样很过分吗？你干这么多事无非为了我的钱，你现在已经得到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是的，我以前可能是为了你的钱，可是现在我不是这样。我现在可以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想你做我老公。阿恩，我知道你很爱我，对吗？不如这样吧，我们把生意结束了，然后离开这里，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太迟了，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，离婚吧。
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离婚。我已经决定了。好吧，如果你要离婚，我就败了你的家产，让你一无所有，让你成王家的千古罪人。好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忍了你这么久，就因为我不舍得我家族的生意。我也想通了，钱对我来说没什么用。你要败的话，随你的便。安，你回来！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我只要你回来。安。万勇哥，前面那辆车看不见了。不好意思啊，王太太，你来的这么早啊。你没有迟到，十几年了，现在都变了。想不到人会变，环境一样会变。王太太以前经常到这里来的吗？是啊，以前我整天陪我男朋友到这来捉蝴蝶。这么说，王太太以前的男朋友很喜欢蝴蝶了？你不用再演戏了，关于我的事你早已经查过了，你不用再查了。你想知道什么你就问我吧。不错，邓峰是我杀的，他活着会影响我和阿安结婚。那阿美和约翰呢？都是我杀的。我根本就不喜欢约翰，我在利用他来刺激阿安，没想到他缠着我。至于阿妹，她就更应该死。她因为自己什么人，想从我手上把老公抢走。你杀了这么多的人，你不觉得内疚吗？内疚的应该是他们，是他们逼我的。我这么做是为了我的老公，谁也不能从我手上抢走他，包括你。你想干什么？怎么找他们？还没看见，不过这条路应该是去蝴蝶谷的。蝴蝶谷？你不要乱来啊。我现在告诉你，谁也不能抢走我老公，就算我得不到他，也没人能得到他。住手！你杀了这么多人还不够啊？你到底要杀多少人才肯罢休啊？你不要走过来。为什么你要帮着他？他对你这么重要吗？如果我杀了他，你就回到我身边吗？住手！没用的，你知道吗？不管你怎么做，我再也不会和你在一起了，你明白吗？为什么？我对你那么好，为什么你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是你逼我的，你别怪我。阿安，我是真心爱你的，你回到我身边来吧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。是你，你这个贱女人，我要杀了你！不要啊！把枪放下！你们不要过来，我会一枪打死他。王太太，你不要乱来，什么事都好商量。还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你们全都滚呐，滚呐！勇哥，怎么办？见机行事。上车，跟我上车！你开枪吧，我不会跟你走的。你真的这么恨我？好吧，我跟你同归于尽。
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叫救护车，我追他。 下车投降，不然我开枪了。